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，那播两局。哦，那播硬哎，差点那播硬。二号球可以单独。我这个球刚才敲七号哈，待会不用再七九碰。对，因为这七球碰哦，然后再捡，麻烦。哎，弹太远了，不要再去了，真是弹了。哎嘿嘿嘿嘿，吼，都是这样子，一直要加刹车，你看看。一点点的高杆右塞，小盾推，有一点二分法出来。哎呀，你看，真会弹了。重新调整脚步，有时候还是不要贴尺啊。有角度就好了，这种都很怕哦，没角度，有的又怕弹太远了。球拍百路，进退万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大叔团的赵东。喜欢熊哥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